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元。Cherry。OK， 然后今天是这样讲，惨了，我突然间词穷。你不要播，我讲白色。他第一次上镜，所以他很白色。OK， 今天呢，我的 plan 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突然间来了一个灵感，就是打算叫 Cherry 帮我化妆。画我的脸，然后等一下我会再穿 Cherry 的衣服，然后我会走去楼下给 Benny 啊、小明啊、Dixon 啊、草泥马、啊、他们看，然后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大致上的这个 plan。事不宜迟，计划马上开始。跟果姐姐讲 hello， 讲 hello。Hello， 我是小 Benny。打算很认真的画了。是啊，我要认真的画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我帮你画。我要晶晶的 ，bling bling。看看，放手。你看，有四个是 bling bling 的，看到吗？所以我就要选那个 bling bling 的 ，bling bling 的比较重口味。我看一下，因为这个电话是可以看到我样子的。我的，在跟人家打架。OK， 各位，我觉得哦，我等一下是在等我化完妆了我才露体，因为今天这个影片的重点不是化妆的过程，是化完妆过后吓他们，那个才是重点。哦，你是咬我的相机做么？你是不是要上镜 ？OK， 所以我等一下拍完了，我再等一下我化完了，我再拍。各位，是不懂我现在长什么样子啊？因为我还没有去照镜子，所以我现在要去照镜子。我的！Oh my god！ 我的！Oh my god！ 像那种，很像那种。你什么菜？真的吗？还有别件吗？你要怎样？OK， 所以我就穿这件，然后配这个裙。OK， 所以等我穿了过后，我再拍给你们看啊。你看的真的是很紧哎，紧 ！Oh my god！你一直咬鞋子，不可以这样的。不可以。OK， 你们穿这个太短了，那个会有一走光。所以呢，所以我就换我这个身上的，因为这一套是裤子来的，然后所以就可以这里可以拉给他搭，他可以穿很大件。OK， 来，洗白一洗 ，Come on。OK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我的 final look。What the？ 我跟你讲，这个影片啊，是我做 YouTube 到现在拍过最妖艳、最妖艳、最妖艳的一部影片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既然我都做到这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不要只 prank Manny 他们这样简单，我就直接去 prank my Awang、Findy、Jasmine 他们。还有吴先生他们 ，OK， 所以我先去楼下给他们看先，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你坐好 ，OK， 坐好。欧尼，你爸爸这样你还认得我吗？你还认得我吗，欧尼？嗯哼。走。My God， 我这样子出门我很尴尬。连你们女生出门是做单曲。在那边，丁森，我先 break 丁森。
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哎、欸，什么反应？你什么感觉？我讲真的，我傻眼了、啊，我刚开始水眼了。哇，你把它化妆了、啊？我现在有些不明白。OK。哇，真的夸张哎，真的。那是我十九条街啊！什么？八累啊，回了，回家了。啊？八累啊，回家了。啊 ？What the？ 真的没？你要进口啊？我要去，我要去 Mini House Spring 好不好？哎，这是什么？你要陪我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去 Mini House。走呗，你走，不要睡啊，走。OK， 我决定了，我要戴上阿旺那时候借给你的假发。那假发拿来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够了，不够，就是差了这个假发啊，就是这个假发。来，现在要启动一个仪式啊，什么 content？ 这个 content 就是 Cherry 帮我化妆，然后我吓你们。哦，男扮女装，我这头发有点蓬啊，啊，蓬蓬，够烂，烂梗。像女生了，女生的白手，你的手收起来，你今天没有，你不要修你的马射线，你的手收起来，表现到像一个女生这样啊！你看看，哇，后面看真的是很像，后面看真的很像。哇，这个就前面就人妖。我建议你等下背对阿旺先。也可以用，可以用。耶！这是我做好 YouTube 两年多拍过最妖艳、最妖艳的一部影片。最大尺度？这个是没有尺度了。各位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他们的家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下车，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OK，Let's go。尼克豹啊！你可想到我狂看？尼克豹啊 ！Jasmine 呢 ？Jasmine 在楼上。我老了。I cannot！ 我喵喂，很热，这假发。性感的。你要画到真人鸟呢？我是不是又可以做男又可以做女？你突破了，没有，你要决定不了。真的，做阿瓜的，我刀了，你好吗？鬼做飞弟不在，我老喂，我看他车上。啊，拿回来啊？真的？带回家吧。这样啊？这样我要短的，我要短发，短发。各位，我现在换了短发的 look， 有没有更妖艳、更想打的呢？所以，我现在要等 Findy 跟吴先生回来，他们是我最后的打点。回来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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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
太恶心了。兄弟，你老实讲，我有没有比你美？他也是有，差一点就比你美了。他也是有刘海啊。我说何话 ？OK， 我大功告成了，来，我假发。我觉得我真的很妖艳哎。各位兄弟，卸妆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也算是我跟 Cherry 第一次串通来 prank 那几条水，算吗？算是串通吗？算了、哦、第一次串通来 prank 那几条水，然后可见是非常成功的，但是也让他们的拳头变得很硬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看我化妆这个造型的话，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喜欢的，但是如果有人喜欢的话，请你在影片下面点个赞让我知道一下。如果这个影片破了一万个赞，我就知道你们真的很喜欢我这个 look， 但是我相信应该不会有人喜欢这样子的我啦，应该不会啦。What are you doing？ 剪片。OK， 给你们顺带一提， Cherry 他就是已经也开了他自己的 channel， 然后他现在在剪着帮 Oni 第一次洗澡的影片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多一点 Oni 的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先去 subscribe Cherry 的 channel， 因为他之后会拍多一点 Oni 的影片给你们看的，这是他跟 Oni 的日常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各位，我们下集见。